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砍羊哥，这是我的衣服技术指导。今天买了一个五谷肘子，咱们来做个五谷霸王肘。先用火把这个皮给烧一下，顺便去一下皮腥味。开砍！加差不多水，加入料酒、姜片、葱段，盖上锅盖。放点水，倒点油，倒好，加点白板酱，加入肘子，准备好的香料，倒入香料，倒入炒好的料汁，加点盐，加几颗冰糖，盖上锅盖。给它压一个小时，点火，关火，给它再焖十分钟，切点纯辣椒，再切点小米椒，倒点油，倒点小米椒，来纯辣椒，纯蛋爽，倒点盐，倒点水，锅开盖。来，给它捞起来。哇，已经压得非常软了。哇，淋上料汁，撒上葱花。我们的霸王肘子已经做好，来尝一下。先要爬我了。嗯，好吃，我爬也好吃。咱们这个霸王肘子啊，非常的软糯，压个一个小时左右，吃起来那个肥肉入口即化，再加点这个蘸料上去，香辣过瘾。有喜欢的老铁可以试一下。